嘛，我们自己顾好就好了，别的国家的啊，我们什么？我们一直有这个退伍的人员啊，退休人员或者以前有这个经验的人员，我们都有一个管制方法，尽量鼓舞。但离开军中，他是一介平民嘛，他只要在除役年龄之前啊，或牵扯到如果动员啊等等的话，他有一定的法规啊，我们并没有强制要他如何。但其他国家的状况，我们做参考的啊。不讲说这种事情都往我们头上自己套，没有意义的，好吧？那如果比如说一旦开战的话，就无人机对台湾造成伤亡。你不要讲开战的时候造成伤亡，平常不就也在造成人心啊，困扰啊，这都是一种损伤，我们都不乐见啊。所以各位你不用再去好像觉得哎呀，如果打仗怎么办？其实国军不愿意打，谁愿意打仗？但我们现在为什么会有这些措施？一而再，再而三，这种挑衅的话，我们不能够毫无好像方法来去做一个应对，这样对我们国军建军备战这个本意，完全违背了，就没有意义了嘛。我们建军备战的工作都一个提神，不要人家听到什么这些捕风捉影啊，我要一样一样打，我实在不愿意这样做啊。大家的建军备战工作循序渐进，对，有提神，有管控。就外面有任何一个声音从任何地方来，哇，就他一窝蜂的，那你要去相信他，那我也没什么意见，是吧？国军很有原则的。那我跟那个布林肯就是有事情，北京加速统一，我们这边有没有做应对措施？北京要什么？加速统一。我跟各位讲吗？国军建军备战，啊，下一秒，下个钟头要干什么？我们都在做准备。他想什么延后提前，我们有我们的提成，我们不是无动于衷。任何事情他有可能我都要加以研判，研判依据什么？看增厚嘛，任何增厚就会带动他最大可能，这我们持续密切注意啊。请各位想说，如果中共发动第一级的话，国军会怎么指挥？会打下来吗？他第一级就跟我讲是我们的自我防卫了，像有人要推你，你要不要躲开或要拨开，一样道理。海皇 XO 干贝架这一罐很厉害，很威，好吗？它的蛋白质呢是鸡鸭牛啊虾的三倍。这么好的干贝酱要去哪里买？是上我们的中天快点购的电商的网站，搜寻你就可以找到喽。好，希望大家爱用哦。